个大儿子，他从小就是很头痛，不知道怎么沟通。当天晚上真的很感动啊，就是收到这个真的是很大的礼物，因为我的大儿子是不会表达的，竟然他写这个信诶，所以哦，真的是好感恩，好感恩。我是文斌，来自中马。我要分享的是我的大儿子是有轻微的那个自闭症的，Asperger。我是不知道英文是叫什么，其实是轻微的自闭症。很感恩哦，做了这个胎儿转运法，现在啦，真的是很大的改变。之前儿子是不大会表达自己，也是不大会说自己心里面的想要表达的，每一次他就是只是坐在哭啊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他会关心我。有一天就照镜子嘛，女人嘛，就是我真的是很爱美啦，看到自己那个黑眼圈看到那黑眼圈啊，真的是觉得自己很惨了，就觉得哎呀，做妈妈真的好辛苦哎。然后我要说的是。当天晚上，竟然我的儿子写了一个感恩的信给我嘞。其实他是写在英文，我 translate 中文，就说妈咪，我很感恩你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，妈咪，我感恩你带我去吃，还有买我喜欢的东西，还有感恩妈咪你照顾我，I love you，妈咪，我爱你，妈咪。哇，真的是当天晚上真的好感动，我现在都是想要哭了。哇，这个就是宇宙啊，还有太阳公公告诉我的，就是啊，做妈妈，其实你不要再 focus 在那个不好的，这个就是那个礼物啊，这个做妈妈真的伟大。当天晚上我真的是哭了，然后真的很感动啊，就是收到这个真的是很大的礼物，因为我的大儿子是不会表达的，竟然他写这个信再放在我的那个。做工的那个座位上面，当天晚上，所以真的是好感恩，好感恩，我收到所有的礼物，真的是，孩子现在也是现在在国际学校读书嘛，老师真的是不一样，也是，他告诉我他现在越来越开心，回来也是会告诉我朋友啊，有谁谁谁啊？之前是根本是没有朋友，在学校没有朋友，就是一个人。我问他，你没有朋友吗？他还问我，有问题吗？没有朋友。我 OK 呀。现在班上全部朋友的名字他都记得，他都知道嘞。真的是，我真的是很感恩有这个超马，还有这个太阳能量转运法。